在日本花250炫一顿自助炸串，到底能不能吃回本？Later。 今天找到一家日本那个自助炸串，咱们今天就给日本的那个老板咱们上一课，有没有信心，伟哥？必须的。好，必须的。巴巴的呗。对，走，就给他上一课。今天不要吃太多啊。他家这价钱定的有点嘚儿，两个人怎么能花250呢？能有20多种串，大部分都是素食，咱必须得往肉上定啊。咱们先来一盘虾，先垫吧垫吧，蘸上这个面糊，再裹上这个面包糠，搞里头。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！蘸上这个秘制酱汁儿，我感觉我这个虾炸的是真是那个呀，外表酥脆，又是鲜嫩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他这个牛肉真不好吃，梗梗啾啾的，有点嚼不烂。你们说这是牛的哪嘎子的肉呢？还是吃虾吧。嗯，伟哥行不行？行。啊？今天能不能整回本？能，必须的。必须的呗。嗯，老板吃醋。我们气势不能输。小肠啊。嗯。这小肠特别香。这个章鱼挺好吃，金刀的 Q 弹弹牙。伟哥你吃了多少串？100来串。咱们两个人花250就吃这么两串，这是让老板无形中的给咱俩上一课呀，这扯不扯呢？挑战失败了吗？这不。